哎呀，今天毛毛好漂亮哎！收官前夕，两队即将迎来一场关乎队伍命运的挑战。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在1984年开播。198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得奖歌曲是张国荣。远方容易受伤。在当年激烈的乐坛竞争中，不断为观众评选出年度好歌。那些数十年来饱受认可的劲歌金曲，是歌手的试金石。所以本轮歌手需演唱 TVB 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中的获奖作品，只有整场获胜队伍有权在节目收官之夜全员上场，冲击时代唱片的最后席位。我独唱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看是怎么样容易赢。你过去劲歌金曲那么歌拿过奖，要不然就直接那一首猛的，猛的呢，潇洒，对啊，潇洒，哦，那不是赢定了吗？哇，对对对，我有个想法啊，就是两个女生去致敬一些比较经典的 ，maybe 我是说 maybe Mike Jackson 那种，然后都是男装的扮相，各种的礼帽就唰蹦哒哒蹦蹦，就是那种。我觉得唱跳肯定要有，因为他们没人做这个。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跟克勤加魔动闪霸我们三个合作一次。哇、哦，可以啊 ，OK， 我喂，我 OK 的。建哥想 rap 了，没有没有，因为我还没唱欢快的歌曲。建哥，你能跳吗？这唱唱 rap 全部搞定这一次。我能跳高二光的。扣扣来一个。哇，扣扣姐，我觉得你来放一个很抒情加劲歌的混一块，千万不要从头到尾大抒情。奏你的最强的高音或者什么怎么样的 R&B， 说完了以后就跳。就把你的诗邦邦、武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得拿出来。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们不想任何人没有机会去最后一场。这个是大家一起进入的节目，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可以到结局。快结束了吗？这个节目，好，我就去拼一次吧。我们会非常努力，绝不示弱。你必须要赢一下。能对醒醒吧，不要老想着赢，好吗？醒醒吧，醒醒吧。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实力夜拍更添光彩，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S22 系列手机赞助播出。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本节目由美赞陈兰珍赞助播出。天然高维 C 好喝次凝集，本节目由天然维 C 天生活力的次凝集赞助播出。神州行孝心卡，父母省心，子女安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生生不息唱不尽，好酷好物逛不停，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日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的港乐加更版。各位观众请注意，演出即将开始，在节目进行期间，请勿录音、录影，可以大笑、大哭，可以被感动，允许忘情歌唱，允许心跳加速，演出马上开始。5秒、4秒、3秒、2秒、1秒。大家好，欢迎来到生生不息。怕蔗糖喝简醇，零蔗糖无负担。这里是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生生不息简醇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炅。大家好，我是金曲推荐人王祖蓝。
生生不息是由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联合香港 TVB 在今年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特别企划的音乐献礼节目。我们的节目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和港澳台办公室、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特别指导，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哇，今天晚上厉害了，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很快就来到我们收官之前的一期啦！哎呀，今天竞演的主题呢非常特别，叫《劲歌金曲冲刺夜》。劲歌金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TVB 从1984年开始举办的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今天所有歌手演唱的歌曲都是38年里面曾经夺过奖的金曲。哇，很多歌可以选呢。这次的范围非常的大，除了音乐的选择不一样呢，今天晚上赛制也有所不同，我愿称之为生生不息整季以来最刺激、最扣人心弦的一次比拼。今晚每一个人的成败都将关系到队友的命运，只有整场期待值总分获胜队伍有权在生生不息金曲盛典全员上场，冲击港乐时代唱片的最后席位，而败队中将会有歌手无法获得金曲盛典出战权。四回合歌曲的简纯期待值从2、3、4、5中自由选择，每回合获胜方可将对方期待值全部包揽。观众聆听本场曲目的原曲后，投出了每回合中更期待的原曲，每首奖励2分初始期待值。今天晚上每一轮的比拼不只是关乎自己，也会关乎整个团队，相信大家一定会全力以赴。所以作为金曲出品团的你们，今天真的是责任重大，但是不要有压力，还是遵从你们内心的选择。OK， 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了。第一个回合是独唱，但是两队派出的这两位歌手，他们的气场堪称一人，比得上一个足球队。哇，很厉害！客勤队派出的是 Coco 李玟，千化队派出的是叶倩文。哇！噔噔噔 ！Right, thank you，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心。我的第一点不要那么多，相信我。两瓶够了，他们肯定要拿很多去的。对，如果我们赢了的话，对，也是好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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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好。好，感谢何丽姐，我带了两瓶。阿文，我帮你拿。It's okay, I got it. 我来。赛丽姐，我一直期待她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演唱下面这首歌，五个字，你们应该都懂的。笑，一起3、2、1，一回你们都猜对了，还要我介绍吗？这首歌，哎呀，都会抢答啊。Coco 选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他另外一个偶像谭校长的《爱的根源》。接下来就有请金曲对决双方。劲歌金曲金奖就是 Sally 潇洒走一回，那个时代潇洒走一回已经成为一个数流行语了啊，去哪都要潇洒走一回，去饭店要走一回，去澡堂要潇洒走一回，歌厅也会放，大街小巷也会再放，我感觉好像到哪都听到这个歌。这个歌确实是很红，然后我记得陈小春、谢天华都是他的舞蹈演员。我觉得《潇洒走一回》其实是那个时期特别带有侠义之气的一种音乐流派，而且他的歌词的意境和音乐就是天衣无缝，
表达出来的那种潇洒的状态，在任何时期都能打动到人。我们一定会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在那个时候你回头真的很希望你这整条命就是潇洒的走。我不知道我潇不潇洒，但是不想做的事我坚持不做，我想做的事我希望可以做到但是我希望走到尾的时候我可以回头讲这句话，那时候你还可以再问我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一声Yeah, I did
对，谢谢。整季最佳，这没话讲。哇，还鸡皮哦！哎呦，我成身鸡皮，一直起。哇，好感动啊！就感觉就好像听朱夫，他像他朱夫那首歌，他重唱的时候，因为也同样的经典。也太厉害了！这歌曲红的时候，我还在初中，哈尔滨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曲。这是我唱卡拉 OK 唱的第一首歌，《潇洒走右门》。赖木哥，有何感想？哎呀，不敢说了。乖聪明。接下来 ，Coco 要拿着《爱的根源》来迎战叶倩文。而当年李克勤参加新秀奖参赛的歌曲就是《爱的根源》哦。而今天他最得力的队员 Coco，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对方的减醇期待值拿到自己的手上呢？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1984。得奖歌曲是《爱的根源》。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这首歌我觉得是我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那时候妈妈是在北大的校花，我爸爸是留学生。我记得我妈就说，一个男生常常会盯着他看，他也觉得他挺帅的。然后呢，开始收到情信，情信里面呢会有花，然后说我妈妈呢像花一样，永远是阳光。啊，好浪漫啊！我也觉得，我爸爸那个时候去北大呢去学中医，我妈学是外科。可是呢，当我爸爸离开的时候，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我妈妈反而去成全她的梦想，我妈妈去学中医。然后呢，我妈妈弄了那个房间，把我爸爸的骨灰放在那儿，每隔3-4天，她就会去花店买，给他买新鲜的花，那个花永远是新鲜的。就算爸爸不在，可是我觉得在那些我妈妈特别沮丧的时候呢，爸爸就是给她这个力量，陪伴着她，扶着她，牵着她的手，我们一起来。对，他们的爱有点像在宇宙的那些星星，他们俩永远都是一对，永远都照亮着对方。色旁的天际
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想。谁在昨夜用和暖呼吸温暖我，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我。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意外不留，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好像亲爱的迪士尼的感觉。这是我最喜欢的校长的歌，他那几张专辑没很多歌都特别好听，好厉害。我喜欢那个天边呀，佛喜欢，我喜欢那首歌《物质恋》。物质恋，我要黏着沙莉姐，因为我太爱。我真的刚跟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跟着你一起大声唱。我们爱死你们两个，两个都很好，是不是？哎呀，刚才这一轮的比拼非常的意外，因为一贯热情奔放的 Coco 纹丝不动，安安静静的把爱的根源展现给大家，然后 Sally 姐姐叶倩文几乎跳了整首。两个人互换人生的感觉太酷了，这个表演第一轮就让我和祖蓝两个人嗓子都哑了，因为这两首歌是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你的 DNA 动了，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你的身体对抗，就是你一定会要从头跟唱到尾的感觉，对不对？是。我想问一下 Coco 今天跟Sally 一起来对决是什么心情？对，我觉得你们好残忍，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我跟莎莉姐还没够呢，我们还有歌要想一起唱的。好的好的，没问题。可是我们在加场。对，赶紧加场。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福气，终于可以听到莎莉姐唱这首《潇洒走一回》，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的一首歌曲，所以我值了。值了，我太开心。那其实刚才呢，潇潇走一回的这个舞台可以说是在现场
最大程度的还原了我们记忆当中那个经典 MV 的场面，红色的厚厚的绸缎，然后那些灯光的摇曳，连那几个舞者我都好觉得好像应该是几十年前那几个舞者。我也知道这次 Sally 老师就特别还还原了当时的很多的动作，今天跳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想的，是那个导演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唱了这首歌不做那个动作很可惜。我说你搞不清楚，我头发白了，我忘记。我当时有一个，我记得有个古装的造型是长发，对不对？对对，长不了了，现在。但是很想说，我要感谢陈大力跟秀楠写这首歌给我，然后呢，古老师他们团队真的很厉害，编曲就编得那么特别。然后我们每一位的歌手都是非常潇洒的，所以谢谢你们大家这么支持我们每一首歌手。其实刚才也是两位把这个祝福放到了他们的歌声里面啊，然后我们 Coco 是祝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爱，而叶倩文姐姐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人生当中都可以非常的潇洒。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劲歌金曲冲刺夜的第一个回合的比拼，没想到就这么的猛，这两首一动一静都是那么的经典，两个这么优秀的女歌手，到底哪一首在你心中更有生命力，更能生生不息呢？两队哪一队能够全员出现现场的金曲出品团？三二一，请选择。今天可以在这个舞台重新再看莎莉姐演唱一首歌，其实是非常感动。潇洒走一回是我特别能够感受到港乐经典作品的那种情感上的触动。Coco 姐像一个公主在一个舞池的中央安静下来唱一首歌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魔力，你会发现她的情感会更饱满，会更那种纯粹。非常接近的一个比例，也感受到了我们金曲出品团的两难，在这样一个比例下，到底哪一首歌会胜出呢？两个人都不敢看，请揭晓。OK， 好，好。哈哈大笑，你们赢，应该是莎莉姐赢的。莎莉姐笑了，大笑，大笑。大笑好，谢谢两位。没有没有，我们要学你的那个。怎么？送人回来。好听的，好听的，好听的。我希望没有让你失望。没有，没有，真的好听的，很感动，很感动，勾起了很多的回忆。真的啊？真的，真的，在 One Step， 哇，那个鸡皮疙瘩就出来了。哇哦！对，谢谢。莎莉姐，莎莉姐，哦哦，棒的。喂 ，A 仔、D 仔，你们在边吃吗？对呀、啊，我卡在这里一天了，天一热脑袋就犯困了。等等等等。尝一下我为你们带来的这个零蔗糖无负担的简纯酸奶冻，热简纯酸奶冻，大脑立马就开工了。那个，要不来段 freestyle？ 来，我来 drop the beat。拿起简纯跟你说句早安，无负担，上场前方轻松消除我的不安，哪怕遇上创作瓶颈，零蔗糖简纯助我的脑袋醒醒，中情港乐关注我们生生不息，简纯向门港乐引起你的注意。一同唱响港乐的魅力，拍着糖和简纯毫不费力。哇哦，厉害了，爆炸！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合作。我们来啦，那一言为定哦，来来，喝杯简纯好酸奶，竞演状态百分百，干杯！干杯！加油！第一个回合就是如此的精彩，而第二个回合呢，将是双人搭档的回合。首先要介绍是客勤队，他们派出的是林晓峰和马赛克乐队。千话队派出的是比比周笔畅和安琪。Hello， Hello。 哇，我除了安琪以外，把你们整队都比拼过。嗯，好开心。
这完美，又完美，完美，完美，耶！喜欢粤语歌的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呼唤，希望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听到林忆莲的作品。而今天呢，比比和安琪呢就要满足大家的心愿，他们要演唱的是林忆莲早期以动感酷炫为风格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醒醒》。第六首的入选金曲就是《醒醒》啦，主唱 Sandy 林忆莲。我选醒醒是因为它是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非常前卫的林忆莲。我觉得林忆莲老师真的是初代唱跳很有型格的歌手。九十年代林忆莲是以舞曲作为她的最标签性的乐风，他的节奏感很好，甚至媒体把亚洲舞曲天后这个称呼放在林忆莲身上。林忆莲老师的舞曲让香港歌手都会觉得唱舞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影响的人有郑秀文啦、莫文蔚啦、容祖儿啦，这些都是非常有律动感的女歌手，舞曲就变成港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风格。这首歌我们没有做颠覆性的改编，还是有保留复古的元素，然后再加上一些 Michael 的感觉。比比帮我有设计一个高音嘛，但是那个刚好有点卡我的换声点。就这样子，听听一下。如果你拖不住的话，你就缓一下。我跟他一起完成的这首歌，他让我变得更好，然后也让我我还可以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同事。我要怎么说？你是客勤哥吗？这些企划队的所有的好同事，同事就我的，对，我的搭档，合作的搭档，所以我就是这次很享受这次的合作。全部你蠢到后，宁
担心比别上非常好，他们厉害厉害。我跟你说，这次安琪也是很大进步，跟第一次的舞台的时候，跳舞她一直都是最擅长的，但是这次她自己出来了，不是一种女团的感觉，她是自己出来跳 solo solo 呀、yeah。下面有请林晓峰和马赛克乐队，来自客勤队的 low 师兄林晓峰跟马赛克乐队演唱的这首歌，也是不用多介绍，《朋友》。以下的劲歌金曲是哪一首？朋友和无言感激。来这个节目，我们其实是谁都不熟，因为这一次节目让大家从不相识到相处这么久之后产生感情，你能看到这个人的很多细节啊，很多特征啊。客勤大哥，他强调就是，我不是想赢，但是我不希望输。
他们很热心的，甚至是有些时候有点操心。希望这个秀呈现的好。M 哥真实的声音，你只能通过画面去想象。今天都特痴心，M 哥连 YYDS 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太潮了，我觉得可以。唱那个《东方之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左边的耳朵很痒了，就哎，哦，郑彼得，哦 ，Mike， 依纯是真的是就是歌声天籁嘛，好好听，只要戳中他的笑点，他真的会笑到模糊。艾仔每次在那看电视，哎呀，第一仔好帅，很阳光，小健呢？小李，小健哦。我以为他是一位不能开玩笑的人，但是两天以后我就发觉他其实在旁边就说四个字的梗，顺风化雨，以柔克刚，落叶该归根了。我觉得哎，为什么坚哥不做那个综艺的主持，想让我说唱没那么简单。哇，段子手。口口他性格太明显了，像一团火焰。他来之前就好像这鱼缸里面一些鱼全都停的，一放他进来的时候，所有的不可说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毛毛说他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不善言辞，口口力，热情奔放，毛不易。选择朋友这首歌，从选曲到编曲到最终的舞台呈现，就是想记录这段时间非常珍贵的团队时光。表演好这首歌已经不只是，我觉得是好像只是我们了，我们就是整个队伍的一个对歌一样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大家其实都能共鸣到一个点，其实就是友谊。虽然只有三个月而已，但是你会感觉这三个月发生了好多故事。对，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一段经历应该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人生如梦，朋友如梦，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谢谢。谢谢林晓峰，谢谢马赛克乐队，我们也谢谢客勤队全员助阵，谢谢。我们先聊刚刚听到的朋友这首歌，因为在这首歌最后的时候呢，客勤队的所有队员都惊喜亮相啊。虽然很多的队员手里并没有拿麦克风，但是也是跟着晓峰和马赛克乐队一起在合唱。这是谁的主意啊？谢谢我们的队长。我们就觉得这首歌其实非常的合适，因为其实通过这三个月的相处，我们从不相识到慢慢的心接近，慢慢的我们都了解了对方，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大家一块儿度过这个特别难忘的夏天，在音乐里边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忆。而且呢，其实在大屏幕后面展现了就是客勤队的队员们很多开心的、振奋的、彼此关照的精彩的画面，这个创意非常的有意思，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客勤队的这个定义了，那就是在客勤队里面比比跟安琪就应该不是朋友了，是吧？对，所以我在看那个大屏幕的时候我非常不满意，因为男队跟女队应该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共同进退，就都是朋友，对不对？对对 对, 对。所以应该他们先唱，然后你们在后面，然后说你觉得我不是朋友吗？醒醒醒醒醒醒啊！但是醒过来就发觉我们还是朋友啊。亲爱的朋友，听完了醒醒和朋友，各位朋友应该醒醒了。那下面呢，记得呢，醒来之后呢，要登录到君乐宝简纯小程序，参与分享我的简纯 DIY 活动，就有机会获得简纯酸奶代言人签名照及节目同款简纯酸奶哦。那下面呢，我们要在这两个作品当中选其中你觉得更能打动你、更有生命力、更生生不息的一首，二选一，三二一，请选择。
作品赢了，赢了，是不是？赢了，没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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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信号肯定是收到了。有啊，你们都没笑，这都没笑，太酷了。好物超多超全，商品层层把关，送货快速及时，京东值得信赖。简直酸奶，给你无负担好状态。吃太多，还有负罪感哦。饭后喝简成，轻松零负担。运动保持身材好难啊！运动来一瓶，控糖零负担。简纯零蔗糖，轻松无负担。简纯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怕蔗糖，喝简纯。金花姐，加油加油！宝哥，妈妈，我们尽力，加油加油加油！冠军加油！耶！梅开二度，加油加油！来了来了，宝贝加油。第三个回合依然是双人搭档的比拼，两队分别出战的歌手都非常的有反差。客勤队要出战的两位可以说是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年龄跨度最大的一次合作，是林子祥老师和单依纯。哇哦！两位选择的作品呢是千亿个夜晚，这首歌就是林子祥的原唱，他在1986年获得了十大金歌金曲，也被誉为当年改变香港当代音乐风格的作品之一。千话队这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组合，有笑声最大的队长千话姐，他搭档的就是队里最安静的新进队员毛毛毛不易。我那一定有胡子了。哇，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歌手的？我24、25呢，差不多呢就开始写我自己的歌。第一个演唱会，是1981年。1981年就开演唱会了。你爸爸已经出生了没有？我爸爸3岁。我爸爸3岁。啊，不是吧？对啊，81年，我爸妈都是78年的，我爸妈都3岁。好了好了，不用讲了，好了，可以了，不用了。我们是最萌组。林老师为什么有想跟我合作？哇，你知道去年第一次看到你在台上唱，我已经想哇，这个小鬼已经很能唱。我以为你比较大一点了，有点显老可能是。哇，原来你刚过20。20，对。哇，你这年纪那么小，你的音乐那个感情从哪里来的？是你妈妈爸爸？哦，我小时候其实因为我妈妈喜欢唱粤剧，你听过粤剧吗？粤剧。我唱一个啊，我之前跟我妈妈唱过的，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似一朵青云更灿碎，是这种感觉的，就是浙江那边的一种戏，我妈妈很喜欢，然后我小时候就听我妈妈唱这些啊，我就是希望我到林老师这个年纪，我可以唱很高的音。怎么你现在已经唱了好？我那个不是不太厉害，我像林老师的高音那样厉害，我就心满意足了。在您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要是还能唱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这首歌跟我以前唱的歌都不一样，它的旋律，然后它的律动，要表达的情感都不一样，压力大。这首歌我真的从没跟别人合唱过。嗯，哇，突然间有一个年轻的我可以带着他唱，所以另外一个感觉不用孤独了。平淡，茫茫然走向。
这首歌已经很高音了，他还在升 key。哇！谢谢林子祥，谢谢一纯。我本来以为 Lam 哥又困了，他常常困，但他一上台他就不困，就是这一点。哎，队长加油！他们要演唱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千画队长的原唱作品。可惜我是水瓶座，可以说是千画姐的代表作之一。200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可惜我是水瓶座，主唱杨千嬅。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录首歌的确在情感上面是有点状况。哦，我们也不好意思问。然后很多朋友听一首歌就以为我很会喝，其实不是吗？但是我真的的确是因为很不开心，喝了第一杯长岛冰茶的那个事是真的。因为你爱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会忘了自己。怎么说忘了自己？怎么忘？比方说，我本来是一个很独立、很硬个性的人，很倔强的。但是你可以因为你爱一个人，你愿意去很卑微，或者是你为他变成他的形状的心态。但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恋爱情吧？很难说好跟不好，就是因为你投入。那现在好的爱情是？其实我跟你说，爱情真的没有好跟不好。你要走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人未必是因为爱情走到最后，那个爱情只是你那个情感那个过程，你必须要经历，你接受它变成一种感情，变成一个家庭最好的基础。你很难说一个爱情好不好，你只有说爱情精不精彩，精彩的爱情通常都是奋不顾身的。但是不应该这样吧？其实，但是爱情是没有理性的啊。完全没有吗？完全没有的，这是真的很精彩的爱情，是忘了理性，就是忘了自己。哦，我只有单纯的失恋，但是会伤心吧？会伤心，但是那个伤心更多的是那种怀念的情绪，就不是因为被伤害而所以不是那么仇恨的那种。不是仇恨，但是这种反而会让你觉得，哎呀，那要是我们再努努力，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我喜欢那个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到不计后果。我就不是那种人，但是我能够懂他的那种对爱情始终是很热烈的。我之前以为这个东西会随着你的人生经历去消散掉，但今天跟千画姐聊完之后，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就是对爱情的这种向往可以保留。正当最美也唏嘘，旧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原来你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处这种幸福，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
靠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缓慢安睡，十年后永再失去，反正到最也唏嘘，歌住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极固执的如我也会捱不下去，每天扮着幸福始终有些心虚，如何笨到底扮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两个都是很出乎不意的组合，然后两首歌都是非常的好听，然后可惜我是水瓶座，本身这首歌是很深情的，但今天把它变成有更多的互动感。是那首歌已经唱很久嘛，那我就希望他可以从他手中就是感受一下传承那首歌到现在我们两个手里面应该是一个什么的样子。也非常感谢青花姐的信任吧，就是能够给我这个空间让我去用自己的理解去演绎我心中这么喜欢这么经典的一首作品，尤其是跟千花姐留下一个这么感动的作品，是我非常荣幸的。哦，之前很难想象林大哥跟依纯的合作，但我跟祖蓝听完都特别特别的感动，不知道是因为你们两个音色的原因，还是跟年龄也有关系，然后也跟在这个生生不息的这一段时间的相处有关系，就会觉得两个人彼此都在用声音给对方力量。因为千一个夜晚里面其实也有孤独也有温暖，可是我觉得这一版就是全是力量和温暖，好喜欢。是的，其实我之前很没有唱过这样子的歌，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非常独特，然后我其实压力很大跟林老师唱，然后我彩排的时候其实表现不是很好的，然后林老师就过来就这样抱着我，我真的会感觉到林老师给我的那种力量，给我好多能量好多鼓舞。对， 我听说你学会了就是一直唱下去就一直年轻的秘诀，是不是啊？好可爱哦。意思是继续唱下去就是年轻的秘密，所以就是鼓励你一直唱歌唱下去哦，懂不懂？
两个队内非常有反差的有趣的一个组合，今天我们听完了之后呢，也会对这两个作品有很深的感情，可是依然是要为难我们金曲出品团，哪一首歌更有生命力，哪一首歌更能生生不息？三二一，请选择。哦，糟了，哎呦，很难，我又想我老公，我又想我们的队员，对，我知道，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朋友，不是跟你这样子，真的好难过。哦哦，你们都知道了，笑了吗？这是笑了，笑了，感谢，输了。他们没有扁嘴啊，那我们赢了，这应该是我们赢了，赢得的我们的简称期待值。赢了！吓死我！哇！嗨！啊！没有，对不起，好辛苦，我靠，我真的是真的可以吧？太好了，太好了，好听的，好了，好了。哎，依纯，你怎么走在哪里都带着这个饮料啊？对啊，这个是王老吉出的。天然高维 C 饮料次凝集，对，上次麦克跟我们分享的也是这个天然高维 C， 好喝次凝集。次梨现在非常火，次凝集呢就是次梨还有柠檬搭配起来的，富含天然维 C， 小小一罐就可以随时随地补充维 C， 新的一天也要活力满满。哇，真好喝呀！以后补充维 C 就是它了。对，我囤了好多，回去分给你们。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实力夜拍更添光彩，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S22 系列手机赞助播出。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本节目由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天然高维 C 好喝次凝集，本节目由天然维 C 天生活力的次凝集赞助播出。神州行孝心卡，父母省心，子女安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家有李锦记，餐餐好滋味，本节目由高端调味王李锦记赞助播出。舒享智能会客厅，本节目由电动豪华旗舰 MPV 蓝图梦想家赞助播出。高铁米粉选小皮，本节目由高品质有机婴童食品小皮赞助播出。劲歌金曲冲刺夜，好歌献给你，两队较量持续升级，让我们拭目以待。马上就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哟！即将登场的三位歌手呢，也是我们这个千话队的三个之最，头型最大的曾比特，年纪最小的严明熙，性格最酷的刘惜君。客勤队这边也是狂欢呢，客舟求剑要来个续集了。这次李健老师还有客勤队长还找来了魔动闪霸，来吧，走，好，走过来，来，帅的，带着全村的希望，嗨，嗨，嗨，很野，很虎啊，很虎啊，很狂野。哭了，他们。哇，哦嘿哟！第一首金曲嘅得主就系《草蜢》，得奖金曲系《失恋》，冇错。好，我们今天的一题就是想一下我们的布局。嗯，然后之前已经跟群组里面说，这都是我们的人吗？都是自己人，自己人，这一层都是我们这全都是自己人。千万别编剧，不是 Body 编剧。说不定他是男主的助理。经过几次讨论，觉得我们女队需要一首氛围比较热闹一点的，可以大家一起带给大家欢乐的一首歌，所以我们选择了在我们三个人的舞台里面，女队全员一起来加入这首歌，完成这个表演。
啊，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好期待毛毛做这个。等一下，你跟我一起进去，慢慢进哪去？进上台，我们进去。你抱着这个小熊猫，逗着它们。如果哪一个队不赢的话，那可能要一些修改。那我们就在想，哇，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做大，必须要很热闹，大家团结就是力量，这样子。大家继续努力，加油，做个鼓秀。这个是大家一起进入的一个节目，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可以到结局。Yeah.
清对自怜自挂，忘于苦清里自怜自挂，忘于苦清里自怜自挂。还送礼物，我们没有想到这一招哎！我们出去派一些礼券，我们现在去直接去现场发红包，发红包，对啊。刻舟求剑里的水，舞动在我们看来，他们是万能的，能够完全适应各种人。当然，他们有自己很独立的风格，很有才华。他们的才华体现在他们音乐的想象力，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双黎老师邀请我们一起搞这个合唱的时候 ，OK， 哎呦，内心的激动已经就爆棚了那种感觉。这一次他们是那个歌的当中的一个 crossover， 有整段都是由他们来说唱的这样。建哥，我们说让你说唱的这个事儿，都走到这一步了。哦，受不了，受不了，记不住了。你的粉丝就都来私信我了。完全真的，真的。要不你朗诵一句？是不是背后有谁给你们钱了？一定要说唱。繁华的街道上，尽情的追逐青芒，不能让人光以我什么深情对捏啊？对望。繁华的街道上有点希望，本来我们就有几句是建哥的。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想让他说唱没那么简单。那老师有做哪些比较大的突破没？跳舞。这就对对。那哈克老师之前我听他们说您是唱跳歌手出身。Oh my god， 够了！哎呦，哎，天哪！搞笑是严肃的。我这个克勤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有吗？嗯，因为唱跳对我来讲太难了。会豁出去的，对对对，两代舞王要不要 PK 一下？我就会仨动作，全用上了。哎呦哎呦哎呦，这哎呦，这是霹雳舞的动作，少女龙嘛，我春节晚会上做的。哦，哎呦，这个很丝滑呀。我这样算唱跳吗？我一开第一下上不着，上不着。我一开一下上不着。就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太荒诞了。他后来也有他非常独特的。我会有些指手画脚的动作。相当形象，这个指手画脚这四个字。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
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借刻的冲动。Fantasy，披映眼内，熠熠似火。这地下雨水，多么多么需要你，长夜里不可分开，次次醉。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浪漫情人爱我吧，高深的晚风，偏偏拥吻他，将那手法暖暖柔柔，每来每来放下。美好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活在心中的他。金曲出品团的朋友们，最后一个回合爽不爽？我有一种今天就把米全下到锅里，明天晚上不开锅了的感觉，太厉害了，大家都太拼了。我觉得看到现在为止值了这一轮，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看到
克勤队的克勤，还有李健老师一起跳舞，还有这边看到毛不易也动了两下。你有没有注意到吉吉在演情景剧吗？就是麦克在唱的时候，他整首歌在演，我不断的演戏啊，太可爱了。今天真的是满满到那，而且中间还有克勤哥的 rap。我觉得今天大家都把自己最大的诚意留在了这个舞台上，用掌声感谢我们两队的所有歌手。太棒了，今天真的太棒了。其实呢，刚刚这首歌里面我说是左邻右里的合作，其实并不只是说因为唱了校长的歌，因为呢之前为了不剧透，所以我没有提这一次其实是雨夜的浪漫加上了护花使者，所以这个版是什么一个新的版本，对不对？叫雨夜的浪漫之保镖版吗？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雨夜的浪漫需要安全，所以必须得有护花使者。啊，厉害哦、说得好，非常梗王啊！克勤队长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拼了，而且你在唱前面一段的时候，我说雨夜的浪漫需要这里露一块吗？我还在研究半天这件事情。你现在看，你现在知道害羞了是不是？然后刚刚中线最激烈的那段就是那个有好多标志性的，这个也是包括这个。以我这个年纪跳了这么久，我还没回过来。那么再说回到第一首我们听到的失恋、oh. 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像是他们三个年轻人在舞台上呈现了一个音乐剧的感觉，不但是有音乐有舞蹈，其实还有剧情，最重要是什么？有礼物。对、啊、谁收到了举起来啊！最意外的是，因为今天有我的一个好朋友，非常优秀的舞蹈家华萧一老师在现场，他站起来抢那个礼物比谁都积极。我们欢迎萧一，欢迎。Hello。哦，我知道他。今天拿到礼物的朋友有个惊喜，因为这个娃娃上面有那个小卡片，是千画队所有人的成员的签名。谢谢你们带来的欢乐还有礼物，谢谢两队带来精彩演出。今天的最后一个回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回合之后呢，两队哪一队才能够全员出现现场的金曲出品团两首作品失恋和雨夜的浪漫保镖版，到底护花使者版到底哪一首歌更有生命力更能生生不息，只能选一个，问问自己的心。三二一，请选择。非常接近。哇，好紧张。到底最后哪一首作品的成绩更高？到底哪个队可以拿到累积更高的减存期待值？请揭晓。看他们嘴巴，连个问号都不打了，以前还打个问号，直接不揭晓了，是不是？好吧。不揭晓。有本事一辈子别告诉我们，好吧？谢谢大家精彩的演出，谢谢，辛苦了，请回到房间，谢谢，辛苦了，谢谢。笑个笑，没有揭晓，问号都没有，对，没有揭晓。耶！你们太棒了，哇，很厉害，你们太棒了。到现在，我们的劲歌金曲冲刺夜竞演全部结束，究竟结果如何？哪个队可以全员晋级，生生不息金曲盛典？我们先打个问号，稍后为大家揭晓。我从小就很爱他了，岗位十足啊！我也是从小就爱他了，我的那个他可是老牌港星啊，他出道20多年啊，他的传奇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他在香港红遍街头巷尾啊，他男女老少通吃啊，看来只能比一比代表作了，放马过来。等等，你们聊的不是港星吗？没错啊，李锦记真与蚩尤，李锦记就装蚝油，香港餐桌上的铜牌啊，代表作超多啊，清蒸鲈鱼、蒜蓉粉丝虾、白灼芥兰、萝卜牛腩、溏心鲍鱼、蚝油生菜、避风头炒蟹，就装蚝油，
螯鲜浓郁，回味念念不忘。真椰豉油能蒸善炒，一瓶搞定好味道。传奇港星李景逸情有独钟的好味道。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中国移动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生生不息。扫码添加芒果 TV 会员福利官启威，报名生生不息听审招募，赢取免费好礼。打开芒果 TV APP 搜生生限定套餐，一键获取定制港乐周边。生生不息与宝丽金唱片厂牌共同打造时代唱片大碟，并联合芒果公益平台助力芒果 B 基金我想和你一起唱公益项目。劲歌金曲冲刺夜，两队比拼结果即将揭晓，让我们共同期待。嗨，什么情况现在？唔翻去好嘢，话俾你知。祝你好运啊！什么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然后就有两个信封。啊？杰哥，你来看一下吧。两个信封。不要看这个，这个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话就不用念了哈，就放回去吧，放回去，然后交回给节目组。最后结果，慢点慢点，故重玄虚一些。我们三个失恋的人看这个吧。啥？妈！第四回合我们赢了。对，第四回合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耶！嗰只歌系我哋一定要赢噶嘛，即系所以有啲压力噶，咁啊的确系达到咗嗰样嘢啦。第四回合金曲对决，我方失恋以48%的票数惜败于52%的《雨夜的浪漫》。综合本场四个回合对决，我方总期待值积分为18，对方总期待值积分为18。两队最终打成平手。进节目组讨论，两队全员出战。假，我又不觉得他是做的，我就想说节目组他不知道我们把哪个多少分放在哪首歌上啊。我觉得是天意，可能就是有这个缘分，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一起走完最后一期。立体双声道，好音质，随心听。双驱双动力，清扫毫不费力。超视觉夜拍，捕捉完美瞬间。来京东逛趋势好物，玩转每一刻。京东电器好服务，180天只换不休。亲爱的歌手们，生生不息金曲盛典即将到来，两队将进行5个回合的金曲对决。本队5首自选曲目的演唱人数不限，人是可以重复的组合的吗？那不低了。我们要赢，就是要拿出最能打的，我们是一定要觉得有胜算的。我觉得不怕人多，人多点可以。反正最后一期了，我真的可以找一首歌是8个人一起奏。Crazy， 他们是认真的吗？8个人吗？刚刚好，7个小矮人。一个空格，没觉得人越多越精彩，人越多在音乐上越乱。我 solo，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魔动唱 solo。好，同意。对，同意。搞个大的，搞个大的。他们没怎么上人，就是一个两个的，显得我们这边很想赢。胜负欲这东西不可耻啊，我觉得。最后一集了，我就不想输了。还是要赢他。为了我们的团队。三位老师有组合名字吗？麦烧鸡啊！是不是在这里丢？这个、地方再起一边丢了，就这个地方丢。我跟你讲，那个鸡仔大到可以把观众砸晕。建哥，你觉得那个说唱怎么样？
也许55岁以后我就是一个 rapper 了啊。Oh no, yeah。这怎么跳的？这是我怎么不会这个呢？你这鬼步。哎呀！哦哦，有这个。你可以这样滑出来吗？我一看第一声不就声不就？我一看一下声。就这个，太可笑了。上微博参与生生不息观后感话题讨论，打卡节目月评赢惊喜福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生生不息官微，发现更多港乐的魅力。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 Zucker 界面新闻，深度短视频合作视频号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特别支持香港旅发局，深度合作媒体环球人物，人民文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官方网络合作伙伴百度，城市地标合作伙伴长沙 IFS、 成都 IFS、 重庆 IFS， 指定合作练歌房温莎 KTV， 电台支持全国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广西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89.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97.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106.9、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湖南交通频道91.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特别合作全K 歌百度输入法梦想元素 YY 直播智行腾讯地图 WiFi 万能钥匙探探达达快送好看视频，媒体支持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网、北京网、国际在线、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红网合作媒体独立于黑白文娱。